走啊。你走啊。小卒一枚。你跟人家学啊？讲什么呢？哎，等一下，璇璇，你把马当螃蟹使啊，还可以横着走？哎呀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玩不过你。哎，我们玩象棋吧，象棋我经常在手机上玩，一定能赢过你，赢过你。Bishop takes nine, checkmate。什么意思啊？主将将死。我不玩了，我玩跳棋吧，好吧？跳棋我最拿手，绝对厉害。我们静下心来，看看书吧。科如松子，色如鹰，未识蹉跎欲半生。岁秒兼舟曾见树，持心入座久闻名。这个作者怎么像山神一样那么爱吃呢？竟然给荔枝写了一首诗。关于吃荔枝呢，我只记得一句诗句，听好了啊：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同样是在说荔枝，同样是在说吃，你那首诗跟我的比起来，简直是弱爆了。薛深深，你弱爆了。哎呀，我们家深深脑袋怎么这么大呀？你脑袋才大呢。在看什么呀？妈的，到这儿了！这是刚刚放错了，放错了，再回来一部分。你走，走吧。怎么走啊？哦，这。好嘞。吃掉一个。好嘞，好嘞。老唐，过来，过来。爸爸要输了，快快帮帮我吧！爸爸要输了，帮我走一步，看哪步，把这个吃了。哎呦，这你们俩合着伙了，不欺负我吗？厉害！来来来，给你爸，真厉害！这儿子不行。为什么今天总是想起童年那些美好的回忆？曾经干什么坏事？来，看书吧。风腾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说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呀？要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不是那么傻？应该是在跨年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看烟花。
薛小姐，新年好！哎，新年好，薛小姐，赶紧去吃早饭吧。方先生在呢，正好拿红包啊。红包？我也有吗？肯定有啊！方先生每年初一都会给我们发红包。薛小姐，您怎么可能会没有呢？对啊，我也是方腾的员工之一嘛，当然要有红包了。过来。你在我家里用这么饥渴的眼神看着我，这样好吗？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谢谢。王叔，麻烦你把备好的年货都放到车里。好。里头是什么呢？等一下，我有事不能送你，我让他们送你。你先去忙吧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过完年再给你买个新的，顺便啊帮你补张卡。哦。徐小姐，请吧。什么呀？这不是我给枫叶小姐的挂牌吗？什么呀？存吗？我应该还是会写大老板吧，真不习惯。